OK，OK，okay, okay, 你不要再摸脸，等下，你一直摸我的脸做什么？很痒的，一下这里痒，一下这里痒。他就是那种，我不喜欢人，他有一种大姐的风范。你是不是觉得我长得像舍离？不要做什么？他在摸我的脸，讲我长得像舍离。我知道为什么了。舍离是谁？是害你的吗？有点快，我害你。太疼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们是来自计算满堂的杜远龙社，我是刘白，我是蚁人软，我是你们的收获塞班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又请了一个小嘉宾。OK， 这个小嘉宾呢是一个女生，然后呢她是一个成年的女生，然后呢今天呢就有请她上到我们节目。OK， 然后呢我们大概跟你们讲一下她的性格。OK。她的性格的话呢，我们就叫她小姐姐好不好？我们叫她小姐姐，我们就不要跟大家讲她的名字先，我们就拿一点 sneak peek sneak peek、okay? 其实了，叫她大姐就好了。叫她大，对，她有一种大姐的风范。对，因为呢她的性格啊，这个大姐的性格啊是非常的独来独往的哦。她就是那种我不喜欢人，她不喜欢人的。 OK， 我跟你们讲啊，我们之前问过她，你喜欢我吗？不喜欢。你喜欢她吗？不喜欢。你喜欢人吗？不喜欢。他是一个不喜欢人的一个灵来的。 OK， 所以的话我们问他多一次，给我们试看问他多一次，因为我知道答案了，一定了，肯定了，他不喜欢人。你喜欢人吗？喜欢的话打叉，喜欢的话打叉。他不喜欢。他不喜欢。 OK， 这个大姐她不喜欢人，然后她也不喜欢我，也不喜欢什么。我给你们看，我给你们看，真的。你喜欢我吗？喜欢的话打叉，不喜欢打开。哇，很快。我认识他了。来，再来。你喜欢 Simon 吗？喜欢打叉，不喜欢打开。不喜欢，他就是不喜欢人的，真的。我们已经知道那个答案，因为他真的不喜欢人。我认识他的时候了，他不是 Karen 的。对。他是很 bossy。对。然后又很 grumpy。对。OK。就那种一定是那种高管那样。你会想到那种人、可能家里养三四十只猫，然后不掺人了，然后就自己一个人这样。对，自己一个人的孤单的，然后他很讨厌人，因为他觉得每个人都很不好。对，哎，但是我很就是很 surprise， 因为我们邀请他的时候，我讲，哎，你要不要今天就是跟我们来上节目这样子？因为我们就问过他，哎，他居然讲可以耶，然后他就来了这样子，我就哦，刚好请到大姐来。OK， 所以这个大姐呢，她是不喜欢人，所以我也是很吓到一下，因为他们不是每一次要上节目，所以我就问，你可以帮我上节目一下，大姐、啊。他居然今天同意耶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们看这大姐，你们觉得她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？你们有没有感受到？那哦，你又让人家议论我是吧 ？OK， 说这个大姐的话呢，她不喜欢人。OK， 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她不太爱那种，因为她身材是生前她的身材比较大只一点，就是比较大只这样子，所以她不喜欢那种像很做作的女生啊，或者是那种很就是她不喜欢人就对了，她不喜欢她的公司那边啊，就是有很多那些男生啊女生都好，就是他们全部会嘲笑她，然后呢她会很像拼尽所有的权力去拿到她想要的东西，但是都没有被看见，所以她就久而久之她就不喜欢人，然后过她往生了过后，她就会住在这个精神里面，然后这个精神呢，他也是选到那种跟他在生的时候一样，就跟他在生的时候 bossy bossy 这样子一样，有没有看到吗？他脚就像大大这样子，然后就这样怎样那种大姐的样子，所以他整个是大姐的样子，有没有看到吗？所以的话，他这个就是我们叫他大姐，我们今天就先叫他大姐，大姐大啊，他叫大姐大。OK， 其实那我跟你讲啦，在 studio 的时候呢，跟在我们 wish room 呢。对，我们就放在那边，对，也没有去 bother 他，也没有去搞叫他，也没有去弄他，对，因为他就是不喜欢人家去捣乱他。对，那我们今天就去捣乱他了。啊、今天我们就去把他打，到时候我们就放在那边给他自己一个人。对，然后四周围有其他灵，但是他有那种 bossy 的磁场，对，最好你不要靠近我。对，最好不要靠近我。啊、他也会跟其他灵讲，最好不要靠近我。对，他不喜欢的，我跟你讲，他真的不喜欢，所以我一直很好奇，为什么他今天。你为什么今天会愿意跟我们上个节目？你喜欢吗？你喜欢吗？现在，他其实要进 spotlight。他不喜欢。他不喜欢。可是你刚才答应我的嘞。
哎，你刚刚是不是答应我了？是吗？是给你打叉。他其实不想进，哎，他其实要进 boss。对啊，你看他已经答应了啊。他要进 spotlight， 但是他不喜欢人家在 spotlight 里面的。对，对，但是他不喜欢现在，但是他刚才跟我讲可以。可能他害羞嘞，他从来都没有这样的。大姐，你是不是害羞？是一个打叉一下。他不自在嘞，对吗？是害羞嘛？是吗？是打叉一下。你问他是不是不自在？你是感觉不自在现在是吗？是给个观众，观众们可以给他鼓励，给他鼓励，鼓励他。哎，停了，你是不是有不自在的感觉？你现在有不自在吗？有打叉，如果没有就打开好不好？哎，一般一般喽，一般一般。其实他也要，他一般一般。一般一般咯，刚才也是一般一般，嗯，所以话是这样子咯，所以他现在的话呢，我可以感觉到他有一点要开心，但是又不要笑，又开心不要笑，你们知道吗？就那种嘞，嗯哼，我抓住他的时候，我这里有一种电波，对，很电很电，对，所以他会给我知道，好像他现在有点小紧张，对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又有点，我要笑吗？还是我不要笑？还是要怎样？我好看吗？他是那种感觉，然后我又感觉到是，是不是？你看他脸，你看他脸先，是不是？你看，哎呦，很可爱的。OK， 你别怼他这样近啊，你这样害羞了，有病是吗？OK， 所以大姐的话呢，她就是一个成年的 OK， 所以你们看啊，我们来跟大家。大姐讲一个东西嘞，你要问什么？我要问这个大姐啊，是不是在她三十多岁的时候往生的？大姐是不是三十多岁往生了？对。她已经跟我讲了。对。所以我会问。等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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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是不是估计我的下巴？很痒，你知道吗？突然间，突然间是好像这样子，这样子，然后我就说哇，我是心想这什么？你是不是感觉我很好玩，然后弄我下巴，是很快哦，不是奇怪，就突然这样痒。所以他是三十多岁的生，对、啊，我们还不是很了解他的故事。对，然后其实如果你们更加了解他了，嗯。他外表看起来很摩西，很不快乐，但是其实呢，内心、啊、就是嘴硬心软的人。对对，嘴硬心软。对，嗯，可以感受到他很软弱，可是他就是内心软弱，但是就是因为人家欺负他，他才变这样。真的，你是不是被人家欺负过很多？是吗？因为你的身材，是话给一个打叉，是吗？他不想讲，因为他不只是他本来要打叉，所以打开。他不只是被欺负，其实他有时候也是会妒忌。你看，他打叉了也就打开，他不要承认。好，你是不是会有那种妒忌的感觉、jealousy 的感觉，对于那些人，然后不公平，是不是？哎呦，是，对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不要这么抹脸！等一下，你做什么？你是不是大姐？是不是这么抹脸？你看很快，这个就回答这样快。你一直抹我的脸做什么？很痒的，一下这里痒，一下这里痒。我知道为什么抹你的脸。为什么？因为呢，她要长得像你这样漂亮。啊，真的吗？你是不是觉得我有漂亮？有吗？有漂亮吗？耶、yeah, ，有，所以一直摸，哎，真的很痒，我不是跟你开玩笑，他就是那种这样，对对对，然后这样这样，真的很痒，对，真的，我真的我第一次啊拍 video 一直在爬痒啊，真的，我感觉到一直在摸我的脸。你现在在哪里？可以指给我看吗？你是不是在我的右边？是吗？你可以指一下你在的方向吗？我已经看到你了。然后呢，他的名字叫在哪里？他的名字叫 Shelly。对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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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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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躲在这里。OK， OK， 你不要再摸脸，等下。你问他，他的名字是不是叫雪莉？他还是弄我的脸痒。你是不是叫雪莉？
Shelly， 你是叫 Shelly 是吗？你叫 Shelly 吗？是的话打叉，不是打开好不好？是，不是吗？不是。这样他跟我讲 Shelly 是谁？ Shelly 是谁？你朋友啊 Shelly？ 不是。Shelly 是不是你讨厌的人？啊，讨厌的。是不是你讨厌的人叫 Shelly？ 是不是？还是害你的？是害你的吗？有人快要害你的。害他的。看你。害他的。因为他讲出这个名叫 Shelly， 所以我以为是他的名。OK， 是害他的。那这个故事呢，就是说为什么要讨厌人？因为可能就是这个 Shelly 要再生。这个 Shelly 是不是很坏？我有西北快。不要紧。OK， 还有很多故事，我们改次下一集都可以继续。Okay, 我要问。嗯。这边给我问，你是不是很讨厌他？你是不是没有放下他，然后很讨厌他，所以他一直在你内心。现在，所以你跟我们家的名，哇，超快。OK， 你不要再弄我痒了，等一下，白不是你在讲第一次哦，拍影片这样没有形象，一直爬脸。OK， 不用紧。等一下，你是不是觉得我长得像舍利？不要做什么？他这样摸我的脸，他讲我长得像蛇。我知道为什么了，因为第一，他有一个妒忌心，他不喜欢比他漂亮的女生，因为他要那个 spotlight， 但是他没有，所以他会觉得被不利。然后这些人呢就很喜欢他，居然觉得我像蛇梨。对，还有他的哎 ，hello， 是脸很像吗？是脸很像吗？因为他的，对我长相很像，哎，他真的，因为他的外表不是很美观。所以不是他选择的，他生出来不是他选择的。对 ，OK， 是哎，这样他觉得我长得像雪莉，然后一直抹脸，这样现在。Part two， 没有，你没有，哎，你会因为我长得像雪莉讨厌我吗？会吗？会吗？不会了。一般，你看他转过去了 ，OK， 会吗？会的话你打开好不好？不要一边一边这样子，一般哦，不会 ，OK。哦，不会，哇、哦，好惨 ！Oh my god， 我吓死了！哎，当一个零跟你讲你长得像害了他的人，然后一直疯狂摸你脸，你不会觉得一个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好吗？然后就整个脸，你是不是也一样？对，是不是？然后就是这样子概念，然后我就问他，哦，好惨，他没有生气我，因为我长得像舍利，长得像罢了 ，OK， 长得像罢了 ，OK， 好惨，嗯，那吓死了 ，OK， 大姐。你是不是还有怨气？对，很快哦。大姐，你是不是摸 Simon 的脸？其实呢，很多人会问我们，为什么那些灵呢，在今生你们要留下来，不要给他们超度啊？或者我们有给他们超度，我们有定期超度，但是他们时间还没到，有些是他们放不下。他们放不下，还没有时间到，不想走。对。然后那些我们不能避的，那些想走的自己会走。对，所以有很多啊，有一些精神啊，进进出出很多次了的。对啊，所以的话，可能一个精神里面它有啊几次几个零这样子都有。然后有些已经往生，有一个叫 Austin 了。Oh my god， Austin， 你到底在哪里？你走了，你没有跟我讲一下，你怎么收到啊？他的电波呢，就是他刺到你会痒。对他，我跟你们讲，每一个灵啊是不一样啊，这个会弄人家痒的，他会弄到我的脸痒，他摸到我的脸痒，刚才摸这里啊，刚才又摸我这里，现在没有了，现在还好。所以他的电波会弄他，因为有些电波是损的，有些是热的，这个呢他就会，他可能到你那边了，因为没有弄到我了，刺到你痒。对啊，然后有一些呢就很负能量，弄到你头痛头晕啊，对，什么的。所以每一个啊，你们要去跟这些灵沟通。为什么我们讲灵界有危险？就是因为我们因为已经熟悉了很多这些灵的朋友，我们已经你抓住他，给他弄你痒，不要弄我痒。就很多朋友，所以他们每一个都不一样。所以我们就讲灵界很危险，但是大家都不信，因为我们每一天跟灵界出的人，我们就只能要跟你讲，如果你真的你不会的东西，你就不要乱来，因为真的非常危险，然后可能会害到你自己。但是我们不一样，因为我们已经是。
当成朋友家人了，所以当成是没有，就是像哎呦姐姐这样旁边这样子，就没有什么这样子。嗯，所以的话呢，就是没有特别认为人，他还在弄你。我跟你们讲，就是刚才我是超痒，现在我完全没有。刚刚真的，他痒到啊，你就是很难不要去抓，你知道吗？他就一直很痒。没关系，嗯，反正呢，每一个灵的故事很长的。OK， 所以但是啊，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东西。虽然今天啦，我们没有讲到什么东西，因为姐姐很 shy， 但是的话呢，姐姐呢，她居然愿意上我们节目，所以。大姐愿意上我们节目，你想一下，大姐大哎、欸、，Hello， 我们地方大姐大，她居然愿意上，你知道是多么难得。那我现在就问她一下，看她下次还要不要来。大姐大，你下次还要不要上我们的影片节目？要的话，你打叉，不要的话打开。不要。不要。为什么不要啊？所以这个是你最后一次上啊。你这最后一次上，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啊，是给一个打叉可以吗？不是，他也是会要上的。他现在在犹豫着，在犹豫，他在叉着了。一般一般。还不懂。哎，要怎样来讲？这样我们还可以再谈，是不是？我们还是不是还可以再谈一谈？哪里有人第一次上镜呢？可以再谈，你看。很多信心这样，他可能他怕嘞。可以再谈，我们接下来还可以再谈 ，OK？ 所以我们会尽量啦，跟姐姐谈一下啦 ，OK？ 所以如果你们还要看大姐大的话，你们可以在下面，就是很想是不是？你们如果喜欢看大姐大在上镜的话，你们麻烦在下面留言，然后希望我们可以跟他谈到可以再上我节目吗？这样子 ，OK？ 因为他真的有很多很多很多。这个磁场啊，一直弄到我很痒。很痒，对，他就是会弄到痒，每个灵就是不一样。我不懂怎样解释那种电波啊，它强到它刺了，然后弄到你痒，对，拿走，哎，到我了，你拿走，我要讲结尾了，OK， 所以的话呢，谢谢大姐大今天来到我们的对眼龙 show， 然后呢，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呢，不要忘记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还有在下面留言你对这支影片的看法跟想法，还有大姐大。有什么东西想要跟他讲的吗？在下面留言。然后呢，如果你们很喜欢我们影片的话呢，不要忘记我们还有 IG、Facebook 的其他平台，更多玄学智慧等着你，不要错过哦。还有，如果你们喜欢我们影片，不要忘记我们鸡色晚凉对眼龙 show， 每天晚上7点准时发布影片，每天晚上7点准时发布影片哦。拜拜。